右下腿偏下偏内啊，痛啊，那是，避孕杆粘在海里边啊，拉那个，沸点啊，不是，拉核电厂那下沸点，现在水面在这里了啊，原来在这个地方啊，或者下一点点。现在在这里了啊，这样啊，那说明变性金刚变得很高了啊，变得很高在那啊，变得很高的原因是非得很高，也换一句话，也就是缆绳斜斜的上去，斜斜的上去，斜斜的上去，缆绳在很远，为什么？像日本那边密密集集的核电厂，你不能拉的时候就挨在一块，怕太极互相有影响，是拉得很远啊，拉得很远，因为平行拉出去的。那只有拉远了才能，离其他的要远一点啊。各为各的话呢，只有拉远了啊，只能是这样啊。所以拉得很远了啊，拉得很远，也就这样的才避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啊，避开他们把他们的距离拉远一点，互相之间，是这么个状况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